肚子胃空空，想下楼去游览的动一动，炸鸡火锅龙虾和烤肉全都在我脑海中，嘴巴已经是空，口水流动，突然想起了我的体重，减肥根本不可能成功，每次脸都被打肿。里饿着肚子胃空空，想下楼去游览的动一动，炸鸡火锅龙虾和烤肉全都在我脑海中，嘴巴已经是空，口水流动，突然想起了我的体重，减肥根本不可能成功，每次脸都被打肿。里饿着肚子胃空空，想下楼去游览的动一动，炸鸡火锅龙虾和烤肉全都在我脑海中，